Hello， 我是你的爸。嗨，我是凯塔妈，又来到我们的刮刮卡时间了。台彩呢，在9月5号又推出了两款新的刮卡，一款呢叫乐刮2000，另外一款呢叫麻将。先来讲一下这个乐刮2000啊，它居然有超过13万个2000块以上的奖项啊。另外一张呢就叫麻将啊，它这个有没有好像我们之前玩1000块的大麻将的缩小版啊？它居然还有超过16万个1000块以上的奖项哎。那开始刮之前呢，记得先帮我们订阅订阅订阅哦。乐刮2000它的头奖呢是100万哦，那这次的选号呢是15号跟37号哦。我们先来刮这个乐刮2000，15号的，它有超过13万个2000块以上的奖项哦，这次的中2000块就可以了。那这次的标题那么大一个是？对啊，我还以为刮2000块耶，想说你怎么有一张2000块的刮刮卡，原来是200块，有13万个哦。对啊，来咯，23，我的幸运数字是23、18、26，来哦，看有没有中啊？这三个号码，来。16，2000块，这一个是，它的符号是，它的符号是一个那个图案的，是一个这个金的图案。25，金钱袋，对，一个金钱袋的符号，钱袋的符号在这边。刮到一个就是2000。哎，那我想要刮那个符号就好了，其他的不用了，对不对？14，哎，11。怎么都没有啊？哇，他怎么中间空那么多啊？对啊，只有几个号码到底？20、5000，哎，数字都这么大。哇。27，哇，200万哎。12，哪有头奖100万，哪有200万？哦，对。啊，对啊，为什么这次只有100万？他把那个钱分到2000块里面了，对不对？28。你是18。17。哎，都没有哎。嗯，感觉这张没有希望吗？3300，25号。心里想说要3000块，300块一张。26号，来刮我们的37号幸运号码。刚刚有一个好的开始哦，看看这一次会不会有个钱袋给我咯。这次的幸运号码是17跟12，数字比较小哦。17、小数字，16。哎，我还以为一刮都中嘞，原来是16、20。右上角还没刮。100万，5000，27。咦，那个金带的福袋到底在哪里嘞？对啊，每次说有这种特殊的符号，我都没刮过哎。14号，300块，300块也没有哎。2000，22，在哪里呢？没有哎、欸，目前还没有，100万已经没了，对不对？那这支号码它空好远啊！哎、欸，200块，我以为中200了。24，29，哇，还剩几个数字？好像快没了呢。23，15，这张不妙了，这张没了，刮好了，刮完了，这张都没有，没有。接下来到200块的麻将哦，这次选号是25跟42号，它的头奖呢是200万哦，还有超过16万个1000块以上的奖项哦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先刮开我们的麻将啊，共有14个麻将的符号哦。这是缩小版比较好看的吧？哎，另外它只要中发白就可以有1000块了、哦。另外的加麻将。对，就是超过16万个1000块的奖项、嗯。好，来来来，来哦，这次不会看走眼了。很难说哎、欸。反正1000块一张的，哇，对好久、哦。对啊，6万。六万，有，5000块这边，是不是通通有奖呢？三所，哎，都在大数字里那边呢。嗯，白板800块，800块区，有没有一个数字中就好了？哎，我这是中发白，我要说中发白，一所。你说、欸、每个数字都有、哦、每个数字都有暂时都有哦、嗯、是好的开始吗、啊、上次都没中没中结果就中了哎、欸，又来个200万、欸、我快听牌咯九筒真的听牌了真的听牌了听200万听200万哦哇中了没5万要5筒啊5万在怎么都刮都有啊一直刮都有、啊欸、牌很多9万，
九万在哪里？终于没有了。有啊，还是通通有奖、啊。如果这一张头奖被我刮走，你们就不用买了，头奖被刮开了。史上第一个 YouTube 的刮中200万。他们知道你在做梦了，是不是？有梦最美啊，对不对？是说，来，好，听两边，听一个吃七所也有10000块哦。这是什么？我还以为5桶哎、啊。心脏跳一下，对不对？对啊。6桶。6桶，8桶。都是桶。6桶8桶都没刮。想说现在就是只要切那个想要5桶。要听一个8万。每个都听，每个都听也不是好东西，跟你讲。这是什么发财？中。怎么还没有嘞？全部都加5，但是没了，刮完了咧。结束。拜拜。你的200万没了。擦身而过，梦醒了。好，再来到42号咯，我们来刮我的麻将。等一下，刚刚在刮心跳，我们要100啊。没用啊。5万，中了才有用啊，对不对？又来个200万、所以它是通通都有的刮、还是说没有通通都有的刮才会中啊？是这样吗？无所，结果全部都刮开啦，但是都没有听牌。这个不中了啊。这个不中了，无所。没有了吧，对不对？真的没有了，没中了可能就中了。没中可能就中了，对。中，相反的。中发白，我要中发白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再来，他都让你中发，然后不会白。蓝。在这里，蓝。好，再来。3桶。听牌了，听4桶。4桶就有10000块了哦。这个哦。北。北。你可以刮上面那个，直接刮中200块就好了。啊，不行啊，已经满足不了我了，200块，好不好？1万800块可以吗？可以接受，来来来，3万，听三万。三万，6桶，又来个200万了，干嘛？再来，4万，4万居然有2个地方所以我刚刚有没有看错啊？怎么做那么奇怪？对啊，来来来来来，这个就像2个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下再扫那 QR code 知道。七，这里有，还是我刚刚没看到？1桶，七的旁边。都在又听了又听了，十万也好，十万也好，7万。来来来，七万有啊有啊，在200万。剩2张牌咯。一所，感觉这边又是大大的 QR code。对啊，全部都没嘞。QR code 没有号码了。九桶。九桶。没有哎。真的没了。所以真的没嘞。啊，小张的麻将不好玩。没中就不好玩了，对不对？又来到我们的 QR code 时间，中奖300块之后这些有吗？到底？没中奖，这个麻将我都每次都看到不到对啊，未中奖，没了300块而已。好了，我们刮完了，那我们总共花了800块，只有回本300块，亏了500块，但是我们不会放弃的，再接再厉哦，再接再厉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记得先帮我们订阅起来哦。好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